现在让我们一起向佛陀献出衷心的礼赞。恭迎宇宙大觉者，今天法譬如水润苍生的法会到此圆满，感恩您的参与，大家共修水忏。佛法难闻，经已闻，愿正信正道正法入每个人的心。现在正值七月吉祥月，在佛教的观念当中，七月不只是吉祥月，更是感恩月与孝亲月。就让我们人人守正信，得正法，不迷信，不杀生，为自己祝福，为家人祝福，为台湾祈福，为天下祈福，让我们用行善报亲恩。各位贵宾，今天十分感恩诸位的莅临，更为感恩的是有许多宗教界的代表，今天有上百位的法师带领我们共修水忏。现在我们全体请合掌。恭送法师。